2014年首届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震撼打响，全球电竞明星齐聚银川。2015年，架构更为完善的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将电竞与泛娱乐完美融合。2016年，着力全球化战略，凸显全民电竞，将电子竞技引进全新时代。今天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将再度起航，逐渐确立赛事平台新标杆，继续开辟新的赛区，汇聚更多职业高手，实现赛事奥运化。比赛项目覆盖 PC 端、移动端、微端和主机等领域，职业赛、中外对抗赛等多个精品赛段贯穿全年。更加开放多样的合作，打造全新电竞生态体系，实现平台多元化。2017年 ，WCA 将继续深化构建全球电竞联盟体系，全面覆盖亚太、欧洲、美洲、中东、非洲等区域的30多个成员国及地区，促进电子竞技产业发展，持续推进品牌国际化战略。联合国内外高校，深耕电竞教育，为广大电竞爱好者指引航向，成就梦想，实现教育专业化。另外，全新上线的 WCA 赛事平台囊括当下最热门的电竞项目，便捷的参赛机制和竞猜系统，为玩家的游戏生活增加更多乐趣。英雄的竞技场，玩家的寻梦地。WCA 2017，乘风破浪，扬帆远航。